苹果新动态，萧墙北京显江联，正折中国媒体。哎，听说咱们萧大美人萧墙日前到中国时装周看秀，所以这回是要来切克她的时尚度吗？一心客家是不是灌了太多姜啊？怎么姜成这样子啊？而且皮肤怎么也灰扑扑的哈？设计师觉得这个颜色可以衬得肤色更好。这萧大美人每一次一出手都是话题，像是之前在节目模仿奥黛丽·赫本与玛丽莲·梦露。好吗？因为他们会有一些就是不是特别好的自己有看吗？倒是很少看，因为我觉得每一个表演都有各种不同的评价，因为毕竟这两位都是西方人，我只能够尽量从他们的作品，然后去捕捉他们的神韵或者是他们的风范。